好，我们看第二题，它问这一点哈、在哪一个象限、那我们来看哈、这个是正还是负？好，首先哈、这个 sin 哈100，100的话是等于几派？我们看100啊除以那个 3.14，这里有那个。100哈、除以这个 3.14 大概 3.8 个呢、大概好这个是100哈、约略是等于31.8个派，31.8个派的话哈，就等于呢赚多少，就等于哈这样是、等于是赚到这里来了，有没有赚到这里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你30拍的话是转15圈嘛，好，转15圈转到这里来，那再加一拍，这是31分，这是31拍，从这里转5圈，转5圈半到这里来，这是31拍。那31拍的话，这 0.8 拍是超过欧文之拍的，已经超过欧文之拍了，所以会转到这里来，超过欧文之拍。因为二分之派的话是 0.5 派，这 0.8 派嘛，所以转到这里来。那 sin 的话哈、第四象限是负的，所以这是负的。cos 呢 ？cos 是正的，所以哈、这个应该是第几象限呢 ？x 坐标是负的，y 坐标是正的，所以在第二象限，所以答案在第二象限。